现在大新竹的合并表面上是合法了，但是合法却不正当，这是权力的傲慢，这是权力的傲慢，这是权力的傲慢。如果只有新竹县市合并，等于独独放弃了苗栗县，那未来苗栗县怎么办？加油了。因为现在地治法是今天早上是民进党是强行的在立法院是进步二读了，会不会担心说现在这个局面好像对民进党是有点算是帮林志坚在作假？不，有些事情是这样的吼，我们通过法律，的这个齐备，那现在大新竹的合并表面上是合法了，但是合法却不正当，我认为这个议题应该更广泛的社会讨论，啊，政府做更深层、更多的努力规划才能这么做。最主要，我们全国2300万人，我们22县市，我们是全国一命，没有任何一位民众，没有任何一个县市应该被抛弃。我觉得如果只有新竹市新竹县合并等于抛弃了苗栗县，这是非常不公平的事情。苗栗县对他们而言，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前面桃园已经升格是都了，是院辖市，后面台中也升格也是院辖市，如果只有新竹县市合并等于独独放弃了苗栗县，那未来苗栗县怎么办？所以我觉得这么做确实欠缺考虑。我个人认为这件事情应该更广泛的社会讨论，那政府做更缜密的规划，不应该抛弃任何一位同胞，不应该抛弃任何一个县市，这是权力的傲慢。